有一天，爱德华和其他火车头一起在大车棚里面，每家火车头都比爱德华高大，他们很自豪。司机不会选你的，高登对他说，当然选我们强壮的火车头。不过司机和锅炉工人都替爱德华难过。你今天想出来吗？爱德华立刻回答，哦，好啊。于是他们帮爱德华点火，弄了很多蒸汽，爱德华喷着烟出去了。其他火车头觉得被人遗忘，都很不开心。爱德华整天都很努力地工作，车厢觉得他很友善，而司机感到非常满意。我明天要再出去，爱德华当晚告诉其他火车头说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但他没有听到回答，因为他太累太开心，说完就睡着了。